我不服！ 已经拒绝了，为何此刻如此动摇？ 斩天下之心，不如守天下之志。看来是我相爱了。是什么东西？是有一剑划破长空。什么样的剑能有这样的威力？莫非是又来了一位剑仙？ 那是天斩剑，十大名剑之首。怎会如此？既然天选我，那我就应天。严斩！ 天斩剑，好！来，我愿坐这天地。一剑胜就笑，剑仙人逍遥。 声，青城百转森严，一曲无心咒，雷霆鹰爪血裂，何惧战孤险？心若不造苍澜，我就无身一人之念。师父，谁赢了？洛青阳要做那天，而萧瑟也真的斩了那天。瑟瑟，瑟瑟。 楚少爷，洛青瑶神色不太对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挥剑了。若是洛城主想无视伤势，继续一战，至少有一半人会死。 这样，你想带的人就带不走了。现在轮到你做选择了，顾剑仙，洛青阳。